里啊？我去找安娜说清楚。社长，社长，快点跟去啊，怕他出什么事儿。是是是，哎呀，祖宗保佑啊，保佑他心平气和，不要有什么事儿才好啊。没有车祸，你也不要孩子。他托你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，人工流产同意书给我的那一天。来了来了，陈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拿人工流产同意书给陈心怡？我都知道了，今天你跟陈心怡讲的话，通通被录下来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？他是无辜的，金念明也是无辜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是无辜的？你跟我说，你要按照之前给陈希怡的承诺照顾他。直到七个月后他把孩子生下来，你说你要回到他身边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我能不在意吗？你以前什么事都会跟我坦诚，现在你只要一讲到陈心怡，你就有说不出的犹豫，说不出的心疼。陈曦，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了，你对他有感觉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可是纪念美是无辜的，无论如何，陈曦也是一个孕妇，就算我犯了什么错，你也不应该拿人工流产输给他啊！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知道你很在意那孩子。奶奶很在意那孩子，我只是想让陈心怡主动离开而已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她为了保护那孩子出了车祸。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的动机。没有上船那刻开始，一切都已经改变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我以为只要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就可以改变你。没想到我们的三年，加上现在的两年，都比不过你跟陈心怡的三个月。我做了正确的决定，没有选择留在你身边，就不会造成再第二次伤害。不要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，不要。我不能跟你结婚。不要，真心，拜托你，不要，不要。
事吧，啊 ，OK 的，啊，没受伤就好。Hanson， 快帮准备船，我去江木岛。这有个队长，你不跟敌人去巴黎，是不是因为我？不是。你是不是还喜欢我？我不喜欢你，可以了吗？我要走喽。要干嘛啦？我喜欢你，陈心怡。我喜欢你。念卢哎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两年又三个月以前你不想要结婚，两年前你不要小孩，而且不要忘记季先生，你要结婚了。嗯，两年又三个月以前我不想结婚，可是娶了你之后我经常觉得很不赖。两年前你说我不要纪念品，那更是一个误会。我从来没有给你过什么人工流产同意书，我只是想要给你一份更好的离婚协议。可是那时候我很笨，我根本搞不清我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两年后我没有要结婚，把婚约取消了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你刚刚说你没有给我流产同意书，我怎么可能给你那种东西？我也喜欢纪念品啊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胡说八道什么，反正我们两个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拜拜。陈心怡，我告诉你，这次我再让你跑，要当你奴隶一辈子。没关系，你跑。如果你现在要跑掉，那就跳下桥唯一的办法。好啊，那我就跳给你看。喂，陈心怡，陈心怡，再见。再也不见。陈心怡，我告诉你，你跑不掉的。上课喽，助教上课。啊，好，大家上课啊，上课。来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清楚，我们今天结束了 ，over 啦。你出去。很抱歉，季晨心怡，让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们的离婚协议还没有生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关系现在还是进行时，我还是你合法的枕边人。而且我昨天说过，一定要把你追回来。做梦。我告诉你哦，现在是我的上课时间，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王小姐会来了。我已经讲了放开转身报名手续，所以我绝对有这个资格跟你共度这一晚上的九十分钟。老师，可以开始上课了吗？脏哦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每天摸这些泥啊、土啊，都弄脏兮兮的，这就是我的世界。像你这么尊贵的身躯，还是回你的世界当你的季社长吧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